好，那个，所以我们知道，我们刚刚看也大家知道哈，一个人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，外观表现或是内在表现，跟什么其实有很大的关系？遗传。遗传 ，OK， 跟遗传有关系。那遗传来自于什么？一个人或一个动物的遗传来自于哪里？或是一个植物 ？DNA。遗传。遗传的资料都放在哪里？一个生物的遗传资料放在哪里？比如，遗传的资料都放在哪里？讯息啊，精子和卵 ，DNA， 哦，主要在 DNA 里面哈，精子和卵子啊，就 DNA 啊，对 DNA 啊 ，DNA 里面，精子跟卵子只是它的，我们讲说受孕啊，我们有性生殖受孕的时候是由精子跟卵子来的，对不对？对，雄性提供精子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个雌性提供卵子。那我们的 DNA 在有对不起，在无性生殖的时候，那 DNA 怎么来的？无性生殖的时候 DNA 怎么来的？这是有性哈、哦，有性生殖的时候有这个精子跟卵子。那无性生殖呢？它的身体本身就是 DNA。全身都是，全身都是，所有的细胞里面都有 DNA， 对不对？所有的细胞里面都有 DNA， 对不对？对，那无性生殖怎么生殖？随便分裂。好，直接做分裂，对不对？分裂。娃娃细胞分裂。那有性生殖没有分裂吗？有性生殖的繁殖或是生长不需要分裂吗？需要啊。它怎么分裂？它一发精子会分散成好几百万。不是这样，好几亿、好几千万啊？什么叫一发精子分好几千万？要说什么？有没有好几千万只？那是精液。啊，在有性生殖，在无性生殖，我们讲过了嘛？细胞直接分裂，从一分为二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两个被分出来的细胞，哪个是父亲，哪个是小孩？他不知道。哪个都是小屁孩。不知道对，他两个实际上是。我们没有分辨是哪个是父代，哪个是子代哈。兄弟，我可以去厕所。啊，父代子代，去。然后像如果水螅呢？水螅就是大。水螅它怎么生长？怎么繁殖？水螅不是单细胞，这是单细胞嘛？对，是单细胞。这水螅是多细胞，多细胞的生物它怎么繁殖？无性的繁殖，它怎么繁殖？它没有办法分裂哈，它现在长个小，我们叫出芽，啊，它长个小的，等那小的长得差不多之后，它直接从那断裂，它就自己就跑出去了，它变一个小的，然后慢慢的它就长大了，跟它一样在做一个复制，这个复制过程，实际上它是这种复制的过程的哈，所有的繁殖实际上某种程度来讲都是这种复制，只要这个小的跟这个大的它的 DNA 一不一样？一样吗？基本上是一样的，基本上是一样的。什么情况之下不一样？跟另一只。这没有跟另外一只啊。哦，那算。水螅怎么跟另外一只？它没有跟另外一只怎么样？它是无性的嘛，它自己就是出一个芽，然后长大就出去了。像植物也是一样的，你要把一些植物的茎啊，上面给它包起来。植物的茎，比如这边比较粗的茎，你把这表面这边啊，包起来，用土包起来。那要每天给它浇水。你说过。然后呢？它就会发芽。对，这边就长根哦。这边等根长出来之后呢，你就把这个植物给切断，把这个切断之后呢，这个就拿去装土里面，它又长一颗了。像这一颗，可以说是籽吗？这如果是布的话，可以这样说吗？应该不太一样啊、哦，它是同一颗嘛，所以这两颗植物的 DNA 一不一样？基本上是一样，它不是生殖，它不是生殖哈、哦，它实际上是我们讲的叫做，类似像断裂的方式去生殖，去复制另外一个，啊，让它这一个变多了嘛，数量变多了，繁殖的过程当中让自己的个体数变多，就这种繁殖哈、哦，它变多了。那它的 DNA 是完全是几乎是一样，那什么情况之下这种 DNA 会改变？
什么情况之下这种 DNA 会改变？重视的情况。啊？没有。不要害怕，不要客气，说看。不要在嘴巴念一下，没有听清楚的情况之下，就请再讲一遍就好了。什么情况之下 DNA 会不一样？什么情况之下 DNA 会不一样？那就种子。种子不，这没有种子啊。我说树。对，种子那个等下我们再讲，我们就先讲无性的部分。无性生殖的部分，什么情况之下 DNA 会发生改变？最早啊，对，非常好，突变啊。当 DNA 在长出来的时候，长出这个出芽的时候，如果发生所谓的基因突变，它之后就会长出不一样的一个新的，跟它有点不一样，有点小差异的一个新的水系或者新的植物。那突变会发生在什么情况下？什么情况发生突变？污染。啊？污染。污染 ，OK， 好，污染。污染。啊，污染还有什么情况？还有什么情况发生突变？继承。什么情况发生突变？来。我的记忆很细薄，曾经我上过。什么？你刚说什么？曾经我上过，不过是记忆非常稀薄。什么基因会几率非常稀薄？没有，没有，是记忆非常。啊、哦，记忆非常。OK， 没关系，香了，猜一下。环境哦。什么？环境可能会造成问题。可以。什么会造成？环境。环境对环境，还有嘞？辐射。辐射哈。就是环境。环境是辐射一部分，但不是所有环境都辐射哈。那辐射环境的部分有可能是因为温度啦。水啦，或各种情况之下的改变，造成基因就可能发生突变。好，那这个突变之后，你看从最早还会出现一个单细胞生物，到现在人这种复杂的生物，也都是从这个细胞来的，从最早最早的那个细胞出现的，对，最早最早那个生命改变繁殖，一直改变到这个，这过程中是经过很多种不同的环境影响突变。DNA 的突变让它改变它的形状，改变它的生活方式，改变它的细胞什么。你看从一个单细胞的无性生殖，到多细胞无性生殖，甚至单细胞变成有性生殖，都是一样，都是这种变化，它不需要，就是从 DNA 的改变。那为什么要做 DNA 的改变呢？生命为什么要做 DNA 的改变？都不变不好吗？都不变不好吗？不好。为什么？怎么说呢？你有没有看过那个什么？我觉得还不错、啊。八十光年。表面的话，我就觉得。有没有八十光年？哎，不错。没看八十光年。没有，没看过。飞翔宇宙，浩瀚无垠。对，飞翔宇宙，浩瀚无垠。啊，里面有那个眼睛，三个眼睛，那个是什么？小外星人。小外星人，他们是 The Unimind， 记不记得？外来。假设现在三个，就这边每个长得一个样子。我想什么你就想，你也就知道我在想什么。那你上帝啊？那好不好？不好。为什么不好？因为每个人都一样。每个人都一样，怎么不好？这样有秘密就会，我知道。这样都有秘密，没有秘密啊！每个人都一个样啊，而且每个人想法、做事情、态度、什么事情都一个样的、啊，都一个梦。所以我现在想着，我不要去打扰，每个人都想，对，我不要去打扰，就去打扰。对，我们开始说，全部人说，我们开始打枪了，全部打枪。之前听我们说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就是每个人都一样的话，假如有一天，哎，后面的发生一个灾难，然后呢，假如那我们讲原来说有很多不同的人了，他们说很其他的人赶快过去，结果那很多那些人都死了，那还会留下一些。一些那个没有赶过去的人，他如果那时候呢，他们很急着赶过去的人呢，发现那个其他人对了，那这些人死了，那其他可以，他可以那个，那些其他的人啊，那个什么，对啊，我觉得龙天讲得很好，龙天刚刚在讲到一半，你们这样打岔，让龙天讲一下，就这样子好不好？龙天真的讲得不错，我听不懂他说。对他今天可能有点。过敏，鼻子讲话有鼻，但是对不起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专心。对，你都没专心听啊，很糟糕。都是我们害的，绝对不是他讲不清楚，对不对？我懂，都是这样。那他怎么会继续还有？繁殖，对，继续繁衍，对。没关系，老师都这样。基本上好，就说当你看看哦，当比如这个假设，他没有讲清楚过。一开始呢，
这个细胞只有一个，然后它开始繁殖，对不对？它繁殖了两个、四个、八个、更多个。哎，突然有一天，其中有个细胞它发生突变。啊，那没有突变的细胞还继续繁殖，对不对？有突变的细胞也会繁殖啊，对不对？打架啊！突然有一天，天气比较干燥，但是没有突变的还是比较多啦。哦，没有突变的还是比较多。这边有两只脚，好酷啊！啊，没有突变比较多，有一天突然变得环境比较干燥，缺水，水里面水开始蒸发，里面浓度越来越高的时候，后来发现，哎，这个很容易就死掉了。这很容易就死掉了，啊，这太容易死掉了。你刚画那么多，再擦掉啊？啊，很容易死掉。就这个突变过的呢，它反而不会死掉。现在继续繁殖呢，这个就不太会繁殖了，对不对？开始变成这个繁殖比较多了。那我们的地球很大一片啊，我刚讲说有个地方变得比较干燥，可能比如说整个地球来讲，只有这一块变得比较干燥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一块呢，变成这个。橘红色的比较多，其他地方还是白色比较多，对不对？其他白色比较多。好，那有一天突然，这个橘红色也发生突变了，产生新的东西出来了。那当然，这个橘红色继续复制，对不对？然后它也会复制一部分，然后突然有一天又变成很多水来了，很多水来之后呢，水的里面的浓度啊，盐类什么变得比较淡，比较淡之后橘红色可能受不了，橘红色死掉了。哎，可能变成这个就活下来了，那白色会活下来吗？应该白色反正活在比较淡的地方，所以它橘红色死掉一部分。你真的很麻烦。对，然后开始你就发现说，哎，开始越来越复杂了，环境越来越复杂，种类越来越复杂，它细胞越来越多种不同的种类，所以越来越不同种类呢，它就可以适应。当有一个环境变化的时候，多多少少都会留下一部分的生命下来，这生命就可以继续往上继续繁殖，啊。那所以一般来讲，我们会认为说，整个生物的发展它也是朝向多样化，好，它的繁殖，整个这个繁殖是朝向的多样化。可是这种多样化不够快啊！你看这基因突变多久才发生一次？100年了，它可能不是用年来算，它可能看复制的比例嘛，譬如可能复制10000次出现一次，甚至复制1亿次出现一次。啊，它的分裂可能是每十五分钟、每30分钟，细胞分裂有时候比较快，小细菌，尤其是小单细胞，它复制比较快，有可能4个小时复制一次，有可能15分钟复制，有可能要2个小时来复制一次，有可能要1天来复制一次，不一定。但是累积起来，它会1亿就一次突变，实际上还是蛮快的。相较人类来讲是很慢的啊，相较这种多细胞中来讲是很慢的，但是就它自己本身的数量来讲的话。你看嘛，我们从有生命到现在，第一个浪出现生命到现在几亿年了？十一亿年吗？啊，好几亿年了，这么久的变化，人类的出现是多久以前的事情？5000年。啊？才5000年，那是有历史，在5000-6000年。更早以前，大概几千万年开始人类出现嘛？几千万？对啊，几千万。千万？哪有？有吗？就立定存的时代。我讲几千万就是指那个最原始人啊，最早原始人不是4000多年前吗？不，什么4000多？我以为是四千。四千多年前是什么时候？夏商周大概是夏朝的时候吧。那所以原始人的时候是几千万年，那么多。所以要经过几千万年才发展到人。所以人类开始有比较清楚的口述历史，或者是这种想象中呢，大概就他们10000年前而已嘛。所以以前叫疯子。没有吧？以前是比较原始，比较原始，它比较像猴子的那个生态。可那时候你还是住在我们祖先可能是住在山里面，住在深山里面，住在树里面这样子。住在树里面玩电脑。啊、哦，对，那就玩电脑。对，那人类的文明发生，你们讲吗？假设整个地球的生命是一个时钟24小时来讲的话，假设地球的生命是24小时，你知道吗？人类是在晚上11:50几才出现的。那人家后面文明的发展是后面的几秒钟才
整个爆发出来的。所以有部电视连续剧叫做《The Bang》，《The Big Bang》，有没有听过？这个《生活大爆炸》，中文翻译叫《生活大爆炸》，这部也蛮有趣的。他讲现在，反正现在的一些。所以我们是在几秒钟就发展。我们是后面的，后面发展。啊，前面的部分呢？这个宇宙，这个星球，地球这个星球几乎是蛮智障级，蛮寂寞的。不智障，实际上对你来讲是智障，但对大部分的生命来讲，他可能不觉得很丰沛。反正因为人类出现了，把大部分的生命都给消失掉了。所以现在意思就是说，是地球一定要坏了。地球不会坏啊。地球怎么坏？地球是人类可能会坏掉啊。你自己说的啊，我没有说。剩下最后一秒了。不是，我说以过去的时间来算的话，是24小时，人类是在后面出现的。我并没有说未来还是这样子的，未来就结束了，并不是这意思。啊、哦，到12点就死。啊，十二点是现在。对，是现在。对，以现在时间来算，屈服理解，谢谢你哈、哦。所以我们不是已经出现几千万年？对。所以才惊讶。对，现在是下班8:57。几千万年应该很少1小时。不是12点。没。几秒而已。几秒而已，几分钟而已，顶多几分钟。几千万年。对。几千万年可能是几千万年，可能将近可能是几十分钟啊。这整个来讲是46亿年嘛，整个来讲46亿年嘛，你去分算，去计算一下比例啊。46假设是5000万年嘛。哎呀。对，你乘上24小时，我们知道说，到底我们现在所占的时间，人类出现的时间占的比例是多少？啊，这几分钟而已嘛。好，所以我们有个发现是。是让生命是朝向多样化来进行的，因为多样化的好处是可以让生命可以在地球上存在时间久一点，所以它强盛多样化。可是多样化光是靠繁殖，我们刚刚讲，大概每复制的大概1亿次、几千万次才出现一个突变，太慢了嘛。也就这边假设人类的话，几乎这边所有人都长得一个样子，因为基因 DNA 是一样，都长个样子。我们现在人类在努力做所谓的复制羊，什么复制牛、复制猪、复制什么。不用啊，如果按照细胞来讲的话，我们这边人都长得一样，都是复制出来的，对不对？都会长得一样，每个都像小飞一样。不要。为什么不要？每个都像虚竹一样。不要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可是只要红鼻子。我听说鼻子。啊，但是所以开始我们要朝向多样化，所以怎么做多样化呢？生命很特别哈，生命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，很多谜啊。对我来讲，生命。生命里面藏了非常多的谜题在里面，因为我们真的不了解。但是造物者让整个生命变得丰富，他用很多方法。他用的方法，那第一个方法就是叫做有性生殖。啊。啊，造物者用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有性生殖。有性生殖改变了整个生命的形态。好，我们先下课。OK。第二节我们要干嘛？没有，都要上，为什么不用上？啊，我说第二节我们要干嘛？我没有说不用上。谁说不用上？我没有说不用。